是对特别为古灵队啊选手所做的个人一点曲音乐哈、哦。那在音乐当中呢，我们会喊古灵队啊他的全名三次。那也希望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跟各位队友可以跟着我们的字卡、啊，还有我们的音乐，一起大声的来为古灵队啊选手加油。那待会在他上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以这首一点曲音乐作为他的个人出场曲。再次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，那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，观看比赛时请务必现场球员所击出的界外飞球，左打者在打击的时候，三垒侧的球迷朋友及队友要特别注意，右打者打击的时候呢，一垒侧这边的队友要特别注意哦，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棒球周末，那记得哦。